떠나는 석가가 아다다다다다. 你敢面对这个事情吗？我不害怕。从五月二十二号的那天早晨出去以后，再没有回来。我们要坚信，他们一定会改变的。提前破掉，有没见难破掉，也是最难的地方。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了。这个十年没有发生暴力恐怖案件时，这个来之不易。上面有国徽，国徽用维语说是 “Dolat Gerbi”， 有国旗，用维语说是 “Dolat Bayrağı”。仅仅在我们监狱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们就是平时很难发现，但是暴恐分子、暴恐势力，他已经知道在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有他的意愿。你从无敌的深渊，自己越陷越深。我们在那个船套上，这样的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。为了真主，你可以去杀人。Bozdaşka bulursa, o zaman oğlunu bozdaştayım ben。我们孩子这些孩子。又一次选择犯罪。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这样做呀，就包括教培中心，就是一个国际惯例。互联网，它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只要暴恐组织一天存在，我们打击暴恐音视频的力度就不会减弱。根本呢，就是要铲除这种极端思想，啊，让极端思想没有土壤滋生。我就希望更多的民警的孩子，每天能够跟自己的父亲一块儿度过。